L 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梁洛诗。今天到台北就是拍 L 的封面，我觉得是非常开心，而且今天好久没有到这些景地来拍照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开心。在我这个电影《念念》，我摄影一个角色叫玉美，她是一个患了忧郁症的女生。这角色里面有很多内心的戏。这次拍《念念》可以跟张姐，然后孝全、雨人合作。在这戏里面，我就是跟孝全是做情侣的。我们有很多对手戏，在这角色里面，我跟他是一碰面我们就爱得很激烈，或者是吵架得很激烈。在这电影里面，我摄影一个台湾的女生，是我第二次当台湾的女生，很喜欢台湾。虽然拍的时候不是很多时间，就算有一两天假期，我都会出去逛逛，比如说逛书店、DVD 店，然后吃。最喜欢吃甜点啊、甜品啊、面条啊，都很爱吃。对未来计划，我就是因为我刚忙完拍舞台剧。那现在会准备做一些《念念》的宣传工作。